今年初新冠病毒肆虐，台湾防疫成功进入防疫新生活时代。除了戴口罩、勤洗手、维持社交距离之外，还有哪些方式能为身体保健加把劲？新北市经发局和新北市中药商同业工会联手推出三铁保健良方，补阳饮、元气饮、活络汤，外服内用都有功效。现在的话刚好是秋季的话，平补补气会比较适合，那适合的就是西洋参，俗称的混光参，还有东洋参，日本的东洋参，然后加一些比较滋润补气的北芪、红枣、枸杞，那薏子这个比较养阴，还有麦冬，像工作有一些压力会比较重的话，有吃了也会比较好睡。尤其活络汤，它是用外用的方式、泡脚的方式呢，来让整个精血能够活络，同时兼顾美容养颜。那我想在此，我们新北市经发局未来也会跟我们中药商业同业工会能够持续努力，推出新的产品，推广我们新北市中药的药材上面的一个经济效益。中药材加上鸡肉炖煮出调理身体的滋补药膳，最适合秋冬补气养生。中药商同业工会表示，现代人忙碌，饮食容易不正常，因此顺应时代的改变，以往必须自己动手做的中药膳，现在都能够提供客制化的服务。新北市的中药房通通有在帮顾客服务，就是你要炖鸡肉、排骨、鱼都可以，或者是水当开水喝，只要事先跟我们新北市的中药房预约，我们就会帮各位客人服务，这是我们新北市比较窝心的一点。中药着重固本培元，帮助调理身体气血平衡，提升身体机能，平安度过防疫新生活。中药材养生保健的功效，让保健选择再多一项。记者林立吴志恒板桥报道。